给你说话，闭嘴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科技大学齐民学社的张德旺。大家好，我是北京大学的展振振。现在最新情况是这样，刚刚5点钟我们向附近的东升派出所报警之后，有两位警察于6点钟左右到达了现场。刚刚我们两位作为在场学生的这个代表，和这两位警察进行了沟通，跟他们说了我们被打的经过，我们来到这里的前因后果，包括现在的情况等等。我们现在正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些警察了解学校方面的情况，也希望经过长达3-4个小时的了解之后，能够我们的警方能够做出一个公正的判断。我们也相信我们一定会得到公正的处理和对待。